伙伴，大家午安。我是王淑玲。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的一场车祸撞到脊椎，脊椎无法开刀，所以后来去推拿。推拿的时候，他给我吃了颗药，我就不痛。不痛了之后，到有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脸肿得跟月亮一样大。所以呢，药里面含有类固醇，去伤到我的肾脏。因为这个开始，我才开始学营养。我在日本学了营养，学了6年，然后花了时间去做很多研究，因为我没有办法吃药，我只能够从食物里面或者是营养素里面去帮助我的身体恢复我的健康。那所以我在营养品这个部分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也有一些小小的心得。那我想我们今天以爱多美的产品来讲，我会从营养品部分开始介绍，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从这边就开始进入主题。好 ，OK。那以身体来说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讲就是说，我们把身体当成一间房子，房子什么地方需要最干净？厨房要不要很干净？如果你们家里面的厨房里面都厨余很多，那你们家再怎么名贵，一走进去会不会气味都不对？所以如果这个气味不对的时候，它会开始滋长很多的东西，例如说很多的蚊虫、蚂蚁，对不对？蟑螂。那这些的环境它不干净的时候，在住在里面的人就容易滋生一些的细菌，然后开始生病，对吧？好，所以以我们的营养品来说呢，我们这些食品，我们公司的食品来说，第一个来讲就是说，我们从身体里面来看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我会建议从哪里开始？从肠道。肠道如果好，身体就不容易老。那如果从肠道的这个部分呢，把它照顾到好的时候，身体它其实就能够比较强壮。我们常说胃肠不好的小孩，吸收不好的小孩，他就比较不容易哈潘也有期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当肠道这个部分呢，它掌管了非常多的部分。那我们从最简单的来看，就是说很多人吃了益生菌之后，他开始有排便的现象，他本来有便秘。那事实上来讲，便秘跟益生菌它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便秘这件事情它是关于非常多的事情，包含你的水分、你的纤维、你油脂够不够。那肠道里面呢，我们益生菌其实只是掌管它其中一个部分，也或许这个人他刚好他的益生菌里面他缺乏了，补充了这个东西进去的时候，它的排泄的这个部分就顺畅多了。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在肠道里面呢，它是好菌跟坏菌聚集的地方。如果你好菌多，坏菌少，身体的这个部分自然能够平衡比较好。如果它的坏菌多，好菌少的时候，身体就会比较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纯只是便秘，所以实际上我们常听到很多人就是说，他会来问我说，他是生病了之后，他要吃多少量？实际上，营养品不是药，它不是因为你要吃多少量它才会变好，而是因为你如果每一天能够适当的给身体一些营养素去保护它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被感染，是这个概念。所以益生菌来说呢，它其实是掌管非常大的部分，包含其实我很重视的叫做孕妇。因为一个小孩他不是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给他很多的营养素，而是他在妈妈母体里面，他就掌管这小孩其实未来他的体质的好坏。那如果妈妈本身的体质不好，她都坏菌多，实际上来讲这小孩要好菌多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从孕妇开始在怀孕的时候，她就要开始定时的每一天摄取营养那个益生菌，那直到她生下来之后到哺乳之后，她这个益生菌都不能离开的。那也就是说，当有一些小孩他其实是剖腹产的小孩，剖腹产的小孩我们通常都会知道，剖腹产的小孩比较不容易带，因为他可能比较容易一些生病的这个机会会比较高。那为什么？因为从妈妈送给小孩子第一份的礼物就是从益生菌开始。也就是说婴儿在母体里面，他的在子宫里面他是一个真空而且无菌的状态，当生下来的时候他经由产道出来的时候，会从妈妈这边的小好菌，这些菌种会附着在这个婴儿的身上。那生下来了之后呢，这个迅速菌会大概在3天左右，它会大量的繁殖。那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小孩的免疫的保护的功能，这个是妈妈送给小孩最好的一个礼物。可是剖腹产的小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也就是说，剖腹产的小孩他从这样一拿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拿到妈妈的这个好菌的给予。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剖腹产的小孩他其实比较不容易带。如果又是没有哺乳，不是喝母奶，因为菌也会从母奶
可以给予这个婴儿。所以如果这个部分它连带性的都没有得到的时候，实际上来讲小孩他的体质要好是困难的。好，所以呢我们有从很多的管道里面，如果这是一个这样的小孩或者是母体的时候，那这个益生菌其实它每一天都要补充保护自己。好，所以透过我们这个一条里面有12种的益生菌呢，每一种菌它对身体里面的防护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对于鼻子过敏，有些对于皮肤过敏，有些对于肠道的吸收，有些对于大肠的部分，有些对于胃部的部分，它是不一样的菌种会在身体里面有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们这样子一条12种菌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这样一条才我们卖14块半。那市面上有很多的饮品，每一种菌都是一种饮品，例如说养差多是一种饮品，就是一种菌。好，然后 LP 叉叉的那个也是 LP 菌的一种，那每一种菌都是一种饮品。那你想想看，这些的饮品12种菌，我们在市面上每一种全部都买回来吃的时候，我们要花多少钱？不少钱哈。可是我们这样子一条菌种，有12种的菌种在里面，我们这样子才一条卖14块半，所以基本上它是非常的划算。我们常讲说，我一天如果摄取4条，我大概不到一杯拿铁的钱，可是它对我身体的作用远超过于拿铁的部分。好，那这个是益生菌哦。那另外一个产品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蜂蜜饮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听过很多人因为它的关系而身体做了一些的调整哈。那实际上来讲它并没有很神奇，对于我来讲，我把它解读的就是说，实际上来讲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几乎很多都是以西方的营养素的概念来讲哈。可能买得到很多维生素群类的或者是抗氧化剂的产品，但是以我们蜂蜜饮的产品，它其实是最重要，它还有三种最重要的，叫当归、川穹跟白芍，它以中草药的这一些的成分呢注入在我们的这一包饮品里面。那这个产品其实跟我们蜂蜜饮里面还有另外一些的产品的搭配，它是非常完美。因为呢，除了我们刚讲到当归、川穹、白芍这个中草植物之外，它还有含有 B 群、维生素 B 群，还有 C， 还有海藻钙。那这些的产品在我们的这些的成分呢，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呢，它是相辅相成，对身体的做一个很重要的调理。所以我常讲说，营养品类的东西呢，剂型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假设它是一个颗粒状或者是胶囊状的，实际上来讲，你要吸收它是其实是比较有困难的哈。那但是我们的产品是什么状的？液态的哈，也就是说你直接这样子喝完的时候，从舌下到你的胃，然后肠道，它吸收的速度是很快速的。第四个我要讲的产品就是我们的那个轻食餐，好，这个轻食餐，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轻食餐一包，合起来大概50块，对不对？会不会觉得好贵哦？会吗？好，有些人点头，有些人不会，对不对？实际上来讲，我们通常都不知道我们每天早上花钱去吃什么。我们早餐吃什么？还有嘞，豆浆、油条，对不对？你们都花钱，那边也要不要40-50块？一杯奶茶，对不对？通常都用那些人工的奶精、塑化剂给你喝，你都没有觉得那贵，因为健康才是最贵的。什么床最贵？病床最贵。可是我们每一天在糟蹋我们自己。所以实际上来讲，你用一包50块去买的这一包的轻食餐里面，你知道有多少物超所值吗？因为你里面有很好的优良的大豆蛋白质，也就是说你一天早上你要去吃到的这些叫做什么肉，合成肉组合肉，对不对？这些又经过非常多的那个人工调味料过的这些蛋白质，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良性优良蛋白质。那我们每一天都给我们自己跟小孩吃这些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在残害。因为我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吃进去不重要啊，重要是你怎么排出来。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排不出来，才会有这么多的疾病产生。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一包产品里面，它有非常大40%+的优良的蛋白质，再加上非常好的这个我们的蔬菜跟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好，然后再来呢，它有五种的益生菌在里面，然后再来它有维生素在里面，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些香草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你吃了这一包的东西，我常讲就是说，你到底给身体是存款还是提款？为什么你吃东西进去你会疲累？吃东西进去不应该累的，因为你是给营养素。轻食餐你绝对不会疲累，你只是会很快就饿。
为什么？因为它代谢开始了，因为你给的营养素它足够身体可以代谢，所以这个代谢才能启动，启动我们才是活着。那你身体吃进去的东西它不能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身体的营养素太少，我们反而一直在提款，我们要耗掉身体很多的这些自己储存的这些的能量去帮助它把它排出去。所以如果你喝了我们的产品，你会觉得饿，那要恭喜你，因为你的代谢开始启动了。好，那这个才是正确的。那它没有办法代餐，不是代餐，不是代吃了它就不用再吃别的食物，那这样我们人活着干嘛？我们做了一个月，如果能够赚到300万的话，我们光喝它就好了，我们都不用吃牛排，我们也不用看到海鲜，我们不用吃龙虾，这样吗？不对的，是食物之外的时候，我们去借由它来补充身体这样的营养素，它才叫做一个轻食的营养素。对于我们的食物，因为你吃了它，不要误导你的客户，不是吃了它之后你的食物就不能吃，而不是，因为如果吃了它之后你的食物再不吃的时候，身体会反弹。好，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复胖或者是他的身体的状况就会产生的更多。好，所以基本上请各位在吃它的时候，您一定要吃真正的食物而不是食品，好吗？好 OK， 那我们再来呢，我大概营养品都谈完了，对不对？接下来当我们身体能够排除之外呢，排除一些毒素之外，当然你想尽办法花了钱去买了益生菌，去买了蜂蜜，开始一直在帮你做体内环保的同时，请你不要再往外面的东西来毒自己。好，比如说你去买便宜的洗发精，便宜的沐浴乳，好，那这些的因为便宜的关系，他觉得用到的材料不会很好的，所以基本上我请各位请要先使用我们的媒体事件组。好，这个一定要使用，从头开始，因为你的皮肤、你的毛孔，它都能够去吸收进来很多化学的物质。当然，它也能够食用对的东西，它能够保护你的身体。好，所以我们的洗发精呢，请各位一定要记得，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浓缩的。你如果只有按了两下就往你的头上抹，它一定没有办法起泡沫。很多人就说啊，你们的东西好难用，不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好难用，是用错了。所以，请在洗头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把你的头发打湿，全部都弄到湿，再来你按那个洗发乳哈，然后呢按完之后，请你把它搓开，搓开的时候它会产生泡沫的时候，从头发开始洗，你的泡沫就会很多了。那最重要，洗发精不是洗头发，是洗头皮，因为其实我们的头发并没有很脏。总脏的是什么？因为你头皮会出油，所以请你把它冲掉的时候再洗第二次，好好去按摩你的头皮，把你的头皮清理干净了之后，再用我们的润湿巾去弄放在你的头发上就好了。那放在头发上呢，自然而然你的头发你冲水翘掉了之后呢，它就开始变得很滑顺，然后你可以再使用我们的养发液哈。那养发液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不是很容易掉发的人，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直发，那我觉得我使用它了之后呢，当我把洗头洗干净的时候，喷完养发液再把我头发吹干的时候，它就会蓬蓬的。很多人不喜欢它，对不对？好，蓬蓬的啊，有没有蓬？蛮蓬的啦哈。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沐浴乳。那沐浴乳我们也是浓缩的沐浴乳，所以请建议各位呢，可以使用沐浴球或者是沐浴巾，把它搓出泡来，用这个泡去帮助你清洗身体。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些的清洁剂，我们的这些清洁剂里面呢，它并没完全没有任何的雌激素跟塑化剂，所以请各位可以安心的使用它。那我想要介绍就是我们的洗衣粉哦，这次我在花莲的时候呢，伙伴他们家买的洗衣粉，我是第一次用到，因为我都一直用洗衣精，我真的觉得它好棒哦。因为呢，夏天男生是不是身体很容易流汗，然后就会有臭味？那尤其是穿纯棉的衣服，是不是很容易就会有卡住那个很讨厌的味道？然后呢，我们的产品呢，我第一次放下去到水里面的时候，我才看到它整个全部都冒泡起来。它不是冒泡，它是因为里面有酸跟碱的结合，好，所以它会开始呢，整个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这个洗衣粉里面它含有酵素，所以当我们把我们洗完的衣服了之后呢，那个衣服的干净度真的是
让我吓了一跳哈。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柔软巾放进去的时候呢，整个衣服的柔软度它不会洗起来整个衣服硬邦邦，所以穿起来晒过太阳之后，衣服会非常的清香，一整天它不会有那种化学的那种臭味道哈。所以我也有一个出家师父，因为他呢经常隔壁那些种什么香蕉啦、送芭乐的这些的人哈，他们都会拿这些来送给师父们，然后师父不好意思，师父就说啊，你们经常哦。那个工作衣服都很脏啊，不然送你 一个那个洗衣粉好了。结果后来送了这个洗衣粉之后呢，结果洗完了之后，他妈妈隔没两天就过来跟他讲说，师父啊，你那个洗衣粉哦是哪里买的啊，我怎么在市面上都没有看到啊。他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儿子那个衣服本来都臭得不得了，现在洗的你那个东西都好香哎。然后师父还帮他订货哎，你看我们爱多美多厉害哦，他没有赚钱，可是爱多美那个师父有没有帮他的旁边的这些信徒们然后订货给他们使用，也用到好产品啊。所以我们的产品真的是会说话，因为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人家解释。然后再来呢， 我想要讲的就是精油贴布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我其实一直在试这个产品哦。那各位，其实我经常一天贴15片，我从脚底贴，然后肚子，然后贴肾脏，然后贴我的背部，因为我的肾脏很重要，我不想洗肾，好，所以呢，那我的背部、肩颈这样子，我一天贴15片，然后每天都走来走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精油贴布其实外面有很多的贴布，对吧？那我们的贴布最重要跟别人差异在哪里？因为它除了我们所知道它的精油萃取的成分，它是非药性的。那精油本来它就会有舒缓的效果，对吧？然后最有趣的是，我爸爸快80岁了，我爸爸吼这辈子吃我很多营养品，他到现在一个月大概花我10000块，假个就用哎，他去年前年还去西藏，可是呢，我爸爸从来没有帮我介绍过一个东西。你看他吃那么久，从来没有跟我介绍。结果后来呢，我就想说精油贴布反正多的就给他看好了，他就跟我讲他脚抽筋，我就拿精油贴布给他贴上他的小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爸，不然你把它贴在你的脚上好了。然后后来他就把它贴在脚底板，结果呢，他自己突发奇想，他就把它剪一半，然后贴在哪里？贴额头。然后呢，我后来第一天看到他，我觉得很好笑，我想要把他拍照起来，可是我没有拍。就第二天的时候，我看到他又这么做了，哎，我发现哎奇怪呢，他怎么会一直这样做？我就问他说：“爸，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贴？”他就跟我讲说：“哦，我跟你讲，这个哦真的好碎呢，变得好碎哦，贴额头、贴脚底哦。”所以我爸跟我爸说：“你不用省了，因为一包5片才78块，你去给人家做个脚底按摩都要多少钱？”那你就直接整个把它贴上去，可是老人家还是节省，对不对？后来那一天我去花莲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讲说，听说你爸爸一直出去游泳的时候去介绍那些欧巴桑，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很好，你可以回去贴贴看，你们药可以不用吃那么多哦。连我快80岁的爸爸现在都可以一直出去帮我分享精油贴布哎哦。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的产品真的因为它产品的品质太好，没有上过课，我爸没有听过我讲，他都能够出去分享啊。哦，所以呢，对于各位来讲的时候，你们在分享这个产品绝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哈。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就是说保养品的部分呢，脸部的保养说实在话，其实很多人他们买了6件组不买4件组，其实我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第一个，清洁的第一步，保养的第一步就是清洁。如果你清洁不干净的时候呢，对于你的保养来讲，它是打折扣的。甚至有很多人之前他可能用了一些化学的酸类的，还有做过医美的，他并没有在做过彻底的清洁的时候使用我们的产品，他会有一些红肿刺痛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各位在我们的清洁自建组一定要让他们能够顺序的去使用我们的产品。很多人他们是不用卸妆的，卸妆的部分，那尤其是在高雄，我真的很诚心的建议，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那你今天有没有开车，有没有骑车，你都要用使用卸妆，因为卸妆是能够卸掉油性的部分。所以你先用卸妆乳轻轻的帮助你把你的脸部按摩，按摩完了之后，请你用，我习惯是用面纸去把它擦掉，擦掉了之后呢，我手洗干净的时候，我才会用第二瓶的洗面乳。这个洗面乳我会挤一个红豆大一样的大小，然后呢用水去搓开，
那我后来发现有很多人都搓不了泡，没有办法起泡。其实因为他们的搓揉式方式是这样，他会一直这样，他两个手掌是贴着一直搓他的。那各位有没有知道那个拿铁怎么去打出奶泡的一个原理？他要不要空间？他要不要空间？然后有一个空气可以让他进去。所以，请你在搓这个洗面乳的时候，请你手要弓着。弓着的时候，让它有水、有空气可以产生，这样的时候，它才能够搓出很绵密的泡沫出来。那你是要用这个绵密的泡沫去洗脸，而不是用它没有搓泡出来的这个浓缩液去洗脸。因为各位知道我们的洗面乳是浓缩的吗？好，如果说你并没有把它搓出泡沫的时候，很多人洗我们的洗面乳，他说不好洗，很干。实际上是他用的方法是不没有对的，好，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建议他把它搓出泡来之后，用泡沫洗脸，哈，那这个样子你会洗得非常的干净，用水清洁掉之后，再来第三个部分，我们就做去角质。那这个去角质呢，我们敷上我们的皮肤之后，请你静置它大概3到4分钟，因为它并不是市面上这些去角质胶里面它含有塑化剂。所以当你放上去之后，你怎么搓它，它不会马上出屑屑的。你必须要让它停留，去分解你的老废角质之后，大概3到4分钟，干手干脸干的状态涂上去，然后之后用你的干的手去轻轻的摸它，而不是搓它。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没有做对，他很用力的去搓它了之后呢，反而让你的皮肤受伤了。这个时候其实我通常讲说，你要是要那么用力的话，你根本不用用我们的去角质，你就用你的手一直搓它就好了，你看能不能搓出角质。所以它只是涂上去之后静置，然后轻轻的摸出来的时候，你的角质老废角质就会掉下来。所以我们的产品一瓶非常的便宜，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其实我经常就是大概一个月我会做2次全身的去角质，从脸部到脚。那我做完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啊，我头皮如果可以去，那不是很舒服吗？好，我下次想要来试试看我们用头皮去角质是什么感觉。那当你完全去完角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好摸得像婴儿一样，非常的滑嫩，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如果你要用面膜在这个时候敷上去，它就是一个再度紧致的一个效果。那通常我就会这个时候先上我们的保养组，不管你是用六件组或者是舒缓组。那如果他是皮肤过敏的人，我们会建议他从舒缓组先入门。那舒缓3件组，它的化妆水它是比较液体，没有那么浓稠。那很多人他告诉我说他的皮肤是过敏的，所以他用了我们的东西会刺痛。实际上来讲不是过敏，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常常是皮肤缺水很严重。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没有做爱多美之前是不保养的，有吗？哦，怎么样他们都没有在擦东西的嘛，所以他们皮肤其实是非常的缺水。那缺水的时候一旦擦上我们的产品之后，尤其我们的产品又小分子，吸收度很快，所以你如果水分不足够的时候呢，皮肤它一下子太多的营养素进去，它就会有一些的反应。所以通常有像这样的现象，我就会建议他，请他使用我们的化妆水。因为如果他的皮肤有没有过敏，通常在第三个步骤去角质的时候，我们敷上去，很多人他的皮肤就已经开始泛红了。好，那这个时候千万请各位不要用力去搓他的皮肤。请他如果皮肤在敷去角质的时候呢，就不要敷搓它了，就直接用清水把它洗掉。接下来你可以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舒缓3件组的化妆水，帮助它补充水分。这个时候我其实是会上6次的化妆水，干了擦上去，干了再擦，干了再擦，把你的皮肤的细胞养足水了之后，后面所有的保养品用的量都不用多。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原来他出油性的皮肤是因为他是缺水，而不是他是油性肌肤。他只要把他的水分补足够的时候，他的出油的现象就会减少。因为当你的皮肤里面细胞它没有足够的水的时候，油就抓不住，油就会跑出来。所以水，化妆水是我用量最多的一次，对不对？水嫩水嫩，对不对？没有水怎么会嫩呢？
所以皮肤它要喝足够的水，不是很多人跟我讲说我喝很多水，不是，好，是你的化妆水要足够，要量要足够。好，那当你化妆水上足够了之后，接下来我就会上眼霜。那眼霜呢，因为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成分非常的好，那这个成分非常好，它对于我们的细纹，对于我们的皱纹，还有整个紧致拉提的部分，它是非常的有效果。所以我们的眼霜，我不是只有擦眼睛，我是擦全脸。因为擦全脸，因为外面，我们为什么外面的眼霜你没有办法擦全脸，是因为他们15ml就要几千块了。我们现在几ml？我们现在40ml才团购价才多少钱而已。所以呢，如果更愿意擦的人，连脖子到肚子都可以擦。好，那包含妊娠纹都会不见。所以当眼霜上了全部了之后，接下来呢就会上精华液。精华液，精华液，那像我们的舒缓三件组的部分，精华液我会建议用水一起稀释再擦。好，公司也是这样写。那重点是在于哪里？如果你有擦了6次化妆水，你的水已经补足的时候，其实精华液上去它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感觉。可是如果你只擦一次的时候，水不足的时候，你擦精华液的时候，因为它的浓度很高，所以你皮肤会觉得不舒服。好，那最后我们再擦上我们的乳液。六件组也一样。那我最后讲一个我们新产品叫做什么，是保湿三件组。那这个保湿三件组呢，其实就是说很多人问我说，那这个到底怎么使用，跟六件组怎么使用？那我都会建议就是说，保湿三件组我会用在晚上，晚上的时候我会做皮肤最的修护。因为它除了我们知道的竹子液跟白桦树液之外呢，它其实在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分，除了我们讲到它里面还有甘草、芦荟，这些都是对皮肤有一些镇静，那抗发炎的效果。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含有一个积雪草的成分。那我们知道积雪草的这个成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对它不是很熟悉，但是类公根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就是跟它属于同一个类科类的。那它对于皮肤呢，它有抗发炎、抗紫外线这些的效果都有。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他比如说他长痘痘，或者是他晒伤了皮肤有一些的伤口，隐形伤口，你这样看他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他有伤口，可是当你擦上的东西他会有刺痛，这个就是皮肤有受伤的现象。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在我晚上的时候我会大量用，还是一样上6次的保湿化妆水，保湿三件组的化妆水，把它补足了之后上精华液。好，那再来呢，我会上眼霜之外呢，最重要就是它有一瓶保湿凝胶。好，那这个保湿凝胶我会厚敷，厚敷就是把它敷得厚厚的，看不到你的皮肤。因为我们一瓶有没有500块？没有耶。好，那你就可以做晚安冻膜，你可以把它做成湿敷，把它厚厚的敷上去之后呢，第一个你要的话就用我们的四件组的那个叫做什么面膜，紧致面膜。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就用化妆棉，买市面上的化妆棉去把它沾湿，用水把它沾湿。沾湿完之后呢，上我们的保湿化妆水，然后呢把它撑开之后贴在你的皮肤，这个叫做湿敷。如果你今天不用水去把化妆棉弄湿，你全部要用保湿化妆水，我也没关系。好，那但是安妮卡特贼，所以呢，你基本上来讲，用上这样的湿敷的状态，让你的这个凝胶可以长一点的时间，成分慢慢的让你的皮肤吸收，然后去整理一下你的皮肤状态。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谢谢。